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接着继续玩天部奇遇呢。好，玩到哪里？哎，赢了。百炼钢锭，哎，这在哪里？哦，怎么都在比赛啊？冥器碎片，莫名其妙跑到魔力教上面。嗯，没了，就这样。啊，早见啊。洛阳铁铺，好。我们先往前走好了。特效药引包，洛阳书院。好，我们先到对面。市场布庄凉亭。嗯，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主角不理他？什么啊？土方的酒。去去去，别捣乱。嗯，进不去。
希望大师。跟他讲我是梁仁浩的徒弟吗？白吃白喝，这个人不知道在哪里。好，先承接这个。里面有谁啊？都是空牢房。好，快把它逛完了。所以这边是牡丹街吗？
谁呀？没看见。哇，很凶啊！明明都看见，还问我。北七。轮到这家伙了吗？看我的！没想过吧？敢打我？咱们来点乐子吧。放马过来吧！拿命来！哎呀！敢打我？没想过。咱们来点乐子吧！啊！解救我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不，哎呀！不，打我！瞧你这样摆出的！敢打我？可恶！哎呀！没想过！敢打我？哎呀！他痛死我了！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锦香囊，当铺老板，像这好像有东西，可是有一个黄点，有没有？标物要先给他吗？不是不是，先要先给那个第一个掉标的那个小孩子。嗯，哦，这边有什么牡丹街啊？那我们先接牡丹街这里。这些悬赏好像不好遇到哎，还是怎样？
吃到好为止。可以只按吗？知道了，都选对就对了啊！我是不是一开始选答对会加比较多？算了，不管。金丝木盒，道具，葛优很出世，这是幻图十三式，幻图十三式是那个跟当铺的那个起舞，可是在开封那边有一个棋谱，不知道是不是用这个给他。切开，哦，哦，有副本，然后副本应该是可以的。就可以去开封解那个棋局了。好了，这一集差不多了。就是刚才我们打的那两个人，啊，应该是这个小孩吧？哦，不是，不是，是跑步的。好，这个
香味。优质井水，啊，这个剧情太大啦。呵呵，为了给他，哎，为什么不能给？呵呵，为什么不能接？一个酒坛子，可是主角这样做好像不太好欸。嗯，好啦，这期先到这边结束好了。喜欢我们这样的话，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之后你就能收到通知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